要有国家监管，就是说现在你有没有可能给你讲，比如说你讲不一样，你看他的讲的啥，他是什么经费，对不对？他不想要你做出去啊。但是也很深，就是对，我那个小干净一样嘛，演技也是要小干净。我可能一定要喜欢演这个角色，并要尝试变，因为人家讲人家看久会腻的嘞。对对对，啊、自己也很腻啊。对呀、啊，我老像没有突破嘛，一种突破要也要一定要演，也要定演好了，对不对？是是是，这样的嘛，对不对？是是是，这样才会比较 interesting 一点。对，因为很多人看的时候，东西都是看新鲜的、啊。刚开始是新鲜的啊，然后久了自己也是很腻。对呀、啊，对。或者是来讲角色故事，你都可以要求的这样。